据了解，本届代表团总人数为437人，其中运动员251人，运动员全部为业余选手，职业有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公务员等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，今天是8月19号，游泳队东京出征，先来跟我们的领队打声招呼吧，樊老师。好，来再跟我们运动员打声招呼，让轻松。Hello。